庆的永阳县，还有一个在贵州的。广东慈善狮子会系虽然唔系好隆重，但系非常之有意义同埋好献爱心。一百万总数咧100万元整，大家一齐嚟见证啦！总共捐款系100万嘅现金嘅。啊，我好开心噶，其实我好中意做慈善活动嘅一啲即系晚会又好因为冇钱攞噶，大家要听清楚，我冇收钱，但系咧我就希望系我只系做嗰啲系真系有呢、這个有呢个名嘅，有呢个名堂嘅嘢，唔系嗰啲一般个个话我又想搞个慈善演唱会啊，咁啊王杰又嚟啊，咁唔系嗰类嘅。我唔會再同人哋簽合約噶啦，所以我都怕怕嘅，因為其實即係好。即係感覺上有幾奇怪嘅，我講嘢比較直啲人啦，咁其實可能大家唔夾啫，其實冇咩嘅，即係到咗嗰日咪自己自由翻，咪可以做翻啲自己中意嘅音樂咯。希望啲中意王杰嘅人咧，唔好再鬧我話呢幾年啲歌好差好差好差，係真係幾差嘅。不過唔緊要啦，等多年紀你就會知道唔係咁差咯。其實我最大的心願始終都是做幕後做音樂的人來的我不是很習慣站在前面就像我們香港那樣即是跟人家爭那個獎啊或者爭到頭都爆啊我就不是那種人來的我是那些我喜歡自己躲在後面做一些自己喜歡的音樂的東西來的那當然現在跟以前的情況不多同了以前我一向都是自己做唱片，冇人可以干涉嘅。请进吧，去去吧。